大熊猫是中国最珍贵的国宝。Astro 全家 HD 熊猫来拜年。爷爷，乖乖回来吃饭了。深入熊猫培训基地，捕捉它们成长历程的珍贵画面。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，能打动和改变所有看见它的人。迎接大熊猫来马 ，Astro 全家 HD 一连两部熊猫纪录片，马力全开向你贺年。